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戳戳这个水酒跟檀香啊。那基本上、啊，我希望可以赶快种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水酒，伊修尼，伊修尼，伊修尼，伊姑，伊修尼，伊修尼，没有。好，跳过。我最近在看那个什么《蓝色监狱》，Netflix 上在看那个《蓝色监狱》，然后想说《蓝色监狱》是什么东西，然后点进去看，哎，怎么是踢足球的？害我有点讶异。它就有点像那个运动类型的鱿鱼游戏，我觉得啦。哎，蛮好看的，虽然。那个设定是大很蛮常见的，可是真的蛮好看的。六十抽太爽了哦！檀香檀啊，不，水酒水酒。三十抽 ，Go！ 哎、欸，很久没抽卡了，好不习惯哦。我靠，太衰了吧！三十抽还没有哦，加趴数还没加、哦。换个图案哦，我只会画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，那倒着画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怜啊，刚刚试试抽吗？拜托水酒啊，一起跟我流水水吧！你看，流水水啊，水酒一起流水水，第五十抽。哎、欸，你看不出来哦，我再画好一点。一百抽抽到九，他们一定知道水酒是最好的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太难了吧？我就说当天更新的时候，当天不要抽嘛。你看，屡试不爽。当天果然不能抽，你看加8.5啊，一只绝都没有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60抽喽。又是抽！一起跟我流水水吧，水酒姐姐，水酒姐姐，呀哈哈哈！又是抽有了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最后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水酒啊啊！你给我一个头巾哦，烦呢、欸。要不然他刚刚怎么没有讲话？我就是有才，头巾刚刚才没有语音啊。你们 是很喜欢看到显有成盒啊？我就问，你们 是很喜欢？一二三四五六十抽中，中草青，好啦，这个一定要抽到底了。七十抽，哎，八十抽。我已经放弃自我了，随便了，随便了。八十抽，90抽，你们怎么可以诅咒别人呢？100抽。100抽，没有。100抽，然后110抽。如果哈，我下一个保底没有中水酒，又中檀香，我就不抽了。
我就不抽。哦，先说话就说到钱，120抽，有了啦，看到没？看到不？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怎么又是最后一个？完了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拜托啦，那我中奖水酒吧。如果不是中水酒，我就不抽了。什么小香香？我不要小香香，我要水酒姐姐，我要跟她一起流水水，我要跟她一起喝酒，水酒！啊！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三途大外无故人。但是还有我在，还有你在，跟子瑜一样。大家知道周子，不是周子，陈子瑜那个永福里里长吗？他说：“我没有像现任里长这么有资源，但是我还有你们。”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刚刚有看那个小当家吗？就是那个老俄特搜队的那个影片。还有我在，水水水，抽水水。哎，我发现我台服的账号真的是运气很好哎。水水水水水水哟，水水水哟，水酒，这总共是120抽，两张绝，第一张歪掉。OK OK。OK， 哇，香香啊！那阴西拜拜，我要练水酒了。如我痛饮，冷暖自知。还有时装吗？我饮酒。有。哎，我记得，还有一条新的，不过台服还没有开放。这个好像比较明显一点。我是说头发飘逸的部分。开喝庆祝不行。哎，正哎，工蜂的不明显啊，也是有啦，那不明显。你看这个头发，怎么又跟航母鲨一样发型啊？这个腿好细哦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遭受伤害，本次伤害。承受本身伤害的80%，剩余伤害转化为储量，施加给自身。行动结束后，自身受到一次伤害，储存总量50%，不可驱散。使用绝学之后，行动结束哦，这个应该可以无限用吧？只要放绝学都可以无限用。嗯，施加个 buff 神队哦，这个他是天赋有啦，所以他会比黄武生来得好，他的天赋就有了。那天赋就有了，免疫晕眩哦，还有免疫晕眩哦，而且是张开两个领域，然后两个领域又可以施加这个晕魔，哇！哦，免疫晕眩，难怪大家这么推他，这个 buff 就很好用的。然后其他的呢？看一下，位阶三。对他没有证，有证的是檀香。看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哈。反正哈，就是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被近战攻击呢，就是造成故伤哈，物防的100%。那冷寒披叶 1.5 倍单体技能啊，那施加这个储量的状态，对战前消耗储量，对目标造成一次伤害，就是储量的 70%。对战之后可以恢复自身气血，就有点像日轮神剑啊，有点像日轮神剑，可以攻击之后又恢复气血。那储量的话，最多储存自身最大气血50%。对，使用结束，自身受到一次伤害。会怎样？储存量是50%，不可驱散，不可免疫，在两回合内消化储存总量，必定在两回合内消化储存总量。
然后这个最不花音呢，哦，就被动嘛，就是法术免伤提高 10%， 使用绝学后会有再移动，不过这个是只有他自己才有而已。然后再大招落霜精神这范围技齁，对敌人招 0.5 倍，那获得护卫状态齁，那就是诶，那他的初始招有护卫吗？哦，被动就有一个了，被动就有一个，然后开了之后可以再提到两个，然后大招也可以帮忙上那个护卫的 buff 齁，持续两回合，那造成伤害的话消耗储量状态，制造霜冻地形，哇靠，诶，那加寒气的话一就减二移动力嘛，哦，那这个也是蛮也是可以的，嗯，然后又可以加神锐，我靠，我靠，对啊，真的呢，你看水九又有一个地形的，然后就跟那个幻境龙妖那个霜冻地形，哎、欸，其实像现在看下来，真的是。大奖其实是水酒、欸、反而不是檀香。祝你可以抽到水酒。好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、啊、我们看一下他的动画好了，攻击招式好了，顺便录一下好了。嗯，很久没有录了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不够，先带这个。好，那总共120抽到两只卷。超庆跟水酒 ，OK。